上岸的时间啊，我们时间。有人其实紧张，导致国内爆发人道主义危机。十号来自俄罗斯的时候，有急促的通知回来。十号，从十四国际委员会和人权会议后的大约三十二人就因为被人砸打火烧殉。从十四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回来的包括了教导、托拜哥、社会。后来还被警察的同时和国际组织的九位，将这些伤患带到哪里？是否达到我们的医院？应该是大概医院做的。还有消息说，印度的三个城市的